我们以后根据这个什么？打开 WiFi。说一个有点一点点，就1.0.1.8.1我换了。80。你怎么看呢？1.1。那就怪了。正常87，那你打那个设 IP 的时候，你不知道87，这1.87的吗？好了吗？我是没连上，没连上。嗯、对对对。嗯。这是58，你选错了。哎，奇怪，问题特别多。好吧。Wifi。这什么意思？等会儿。我知道有可能是开了 DHCP 的功能。好啦，就是、可以打了，打个自测页看一下。看到0.0.0吗？是不是？这是自测页，这不是吧？可能是开了那个，啊，我让你不是让你说实话了。